青森是日本本州岛最北边的一个县，这个不被人熟知的地方是日本人想要私藏的秘密旅行地。大家好，我是全球旅拍师黄景瑜，我现在在日本青森，跟我一起看雪吧。青森是最让我期待的，就是奥如赖溪流。奥如赖川从石和田湖流出，全长14公里。这里呢是石和田湖，因为山都好漂亮。我现在穿上了这个雪鞋，并不是那么好走。谁干的？我服了。出来玩一定要穿秋裤啊，冷死我了。嘿，二，哇！这个是遥子大瀑布，它的水是从上面的石河田湖流下来的，它会一直流到下面一条小溪。我们现在要去的地方啊，就是我们手机那个旅行青蛙那个游戏，知道吧？青蛙有一个拍了一张桥的旅行照片，就是前面这个桥。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过去了，这就是那个旅行青蛙走过的那个桥。我的青蛙前两天刚刚去过这里，是不是一模一样？儿子，我入住的星野奥如赖溪流酒店是位于石和田市八幡国立公园内，足不出户就能欣赏到大自然的纯天然冰雪艺术。提起青森会想到什么？毫无疑问，一定是苹果。这里呢是青森苹果餐厅。现在我拿过来这个是当地最有名的、最具特色的苹果派，然后他这个说搭配冰淇淋特别好吃，而且要敲着吃。我先敲开看看啊，捅着吃，像焦糖一样的苹果，我先把它都弄进去，然后尝一下。好吃到不想说话。是我的任务卡是吗？让我们看看接下来有什么任务。钱。不好意思啊，刚才看到这么大的钱太激动了。我们的任务是使用任务基金为粉丝挑选3样礼物，好吧？原来钱不是给我的。我们挑选礼物选什么呢？这是苹果做的乳液，这个蛮好玩的。一开始我以为是那个松鼠，结果它是一只雪貂。这个不错，我们可以买一只。还买什么呢？苹果酱，100%苹果酱。因为这青森这个地方是盛产苹果，所以他们的苹果制品特别多。这个应该不错，小零嘴吧，也是苹果味的小零嘴。然后就给你们吃一吃，给你们礼物挑好了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拜拜。一直啊都特别向往这种在冰天雪地里泡温泉的感觉。这边是独一无二的冰瀑温泉，这一边呀、是温度还很高的温泉，这一边就是冰瀑布，感觉特别神奇，是不是？我在这里过着比国内快1小时的时间，却享受着无比慢节奏的旅行。你也想要来一场放松心灵的旅行吗？那就来青森看雪吧。